小的这个做就是小的社区经济的这个活动在进行，譬如说发行，它有很多步骤啦，譬如说发行社区货币，社区货币就是在讲说，我们这个它这个城镇叫 Totemis， 所以它就发行 T 币啊，就是 Totemis 币，然后就只限于在社区里面使用，然后呢，想要响应的商家，他就会在门口有一个标示，就是说，哎，这里可以用我们这个社区货币。那这个社区货币在这个转型的这个。